相应的雷克萨已经吃完了红，准备要往河道处迈进了。帽子跟我搭配了一个对线，哇，帽子是一个盲凶，因为他其实没有视野，他只选择往前硬打。但 Yengas 来的中路了，想要给 Scout 一些苦头机会的、哦，把他给顶飞。Scout 被符文之谷给绑住，来到了塔下闪现 ，Real 想要来收，最后手杀拿到。哇哦，差啊！换到了，换到了，这一波 EDG 中路 Scout 在死前有补上一点点伤害，把雷兹也给换掉。对他这边的话，最后其实他伤害就差20滴左右，应该就活得下来了。但是这样子整个交换的话，哇，来一点上路 boss 被单杀了，哇！这果然 H2K 的这个上路真的强，会比较晚，但是他这边就是他想要打东西。哦，上路是想三杀 Mouse， 但是 Mouse 守着裁决是空了 ，Mouse 马上交了闪。但后方雷兹跟上，这里是一次爆了三个人前往 Mouse 身边，完蛋了，又是雷兹，又是 Real 拿到了人头，然后又是 Mouse， 又是 Mouse 死去。就算前面被幻血幻得很凶，可能有烧掉一些召唤师技能，但整条线 Depth 扛的还是不错的。对，他还是有把这个，哦，这边上去硬凶，因为后面厂长来了，这个海浪先放出去之后 ，Forgiven 的位置并不是太好，这样靠着虚弱后方 TP。是直接亮起来，这边是凯能，哇，被敲大绝，但是被敲大绝敲走了。哦，丹尼这边 TP 是没有进场的，没有成功。但是 Yankas 跟 Ryu 在后面了，这一波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拉掉。对 EDG 来说，这一波的撤退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看起来的话，Lander 的卡玛现在看起来这个线效果也不太好。中路又是 Ryu 的一阵暴打 ，Scout 这边是残血 ，Ryu 现在有闪现哦，要非常非常小心。但 Scout 其实手中一直握有冥府之握的大绝，他真的是很凶。哇，连队徽都秀出来了 ，Ryu 在对方的塔前对 EDG 施展了一波伤害之后，这个连挡阵都秀出来了。哦，是这个中路太弱，能不能卡得开战场？如果是说像哦，中路是 Ryu 被握住了，但是手上有水星鞋 ，Ryu 交的闪现尾部全部交出去，但是反正直接把对方的怪物全部把虫子全部洗掉，而且是扭过了这个精准弹幕往下半部这边去帮忙，把这样可能推出的兵线给反推回去。哦，这边闪现硬防，的闪现硬防绑在 Ryu 身上，但 Ryu 的魔防好高，一套伤害灌下去 ，Ryu 撑了非常久的时间，但最终仍然倒下。对，下列野卡都有点危险，杀掉幻象的感染、哦、配上 Kill Up 的毒药，拿到了两个人头，中路有机会把塔都给拔掉。是啊，对。哇 ，Ryu 在下路露脸的情况看起来是一定四杀一 ，Ryu 这里是没有任何逃生技能的，被环住、被绑住、被水球框住 ，Mako 拿到了击杀。一缓哦，这边要两个人下去夹了，我觉得这很危险哦。丹内身上是有闪现的，马上交闪现，但是帽子也是跟上，守护者他就挥啊，推回去，但是蜘蛛网没有绑到，这边两边 CC 没有接好，这一波丹内哇，对方开八龙闪现就躲过了，而且上半部是直接开八龙，而且丹内其实也可以 TP 进场，哇，过去这一波的扣感觉上出现一点失误，而且凯能是直接叫他 TP， 这一波拼重击，最后是由耶卡拿到了这条八龙，其实也不是拼重击。还在下半路，完全没办法打。我这边是直接传送拉走，拉掉是很正确的决定，打得还不错。现在想要做蹲点哦，看到这边想压血，但是因为有，我觉得就是因为有寒冰霸权的关系啦。哇，这边传下路下来硬抓帽子，手指裁决敲，就把雷克萨给敲走，但是哇，整套马上有灌下去，还好纳米赶过来支援，美口这边有救到，是轻松拿。那拿到这条小龙，两个这个火龙的 buff， 等一下打架起来就是很轻松。哦 ，EDG 在转线，但这个小龙已经被拿走了。Yankas被壁咚，再加握手，活得下来吗？水球也框上去，但是 Yankas身上有闪现，马上上岸。这一波非常的赚，因为换到对方一堆大绝，他超级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攻防战，就在于霸龙区的视野，谁先把眼睛的眼神充能耗完，他再抓到回补那个时间点，他就可以马上把霸龙区给掌握起来。对，但此时雷兹直接强行进场 ，Yankas 也是把 Mako 给顶开 ，Mako 被秒掉了。那 Odame Face Scout 给握住，坦度非常的高，爆了一个守护的裁决。但此时 Odame 那个大绝雷厉风暴在硬点，但最终 Death Carry 起了这波团在往前硬跳，伤害非常的高 ，Odame 被秒掉。哇，这边硬绑上去，但只是绑到了 Kerala，Kerala 没有坦装，就是被 Yankas 给直接转死。这雷兹的状态太好了，刚其实已经 EDG 已经打得非常好了，他在，而且因为厂长没有坦装的关系，他被 Ryu 绑到一炮是直接秒杀，连上吊都没去了。这一波 S2K 吃爆的速度很快 ，EDG 有意识进行防守，但踩在夹子上面 ，Forgiven 的爆头打在帽子身上，坦算相当痛的。这个重击下，稳定的拿到这条八龙 S2K 的进攻，帽子要被秒掉了，帽子最后是死前壁咚了一下 Yankas， 但最终仍然倒下。现在 Scout 想来换人头，但最终也是倒在 Ryu 的爆发伤之下。哇，这边是。
连着吃八龙，连着你的人全部杀光光，我给你多塞几个弓。前雷兹有一阵子是有看过人家在说双水滴的，就是终极魔剑加这个大炽天使杖，但是这个远古巨龙是 Clear Love 主动开的。哇、這個、哇 ，HUK 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全部人都马上赶往远古巨龙的池子里面，但速度看起来不够快。哦，丹美要进场了，哦，丹美要准备进场了。远古巨龙是在三千点的血量直接强行硬垫，美国这边是被电到残血，电的也被留住，电的要做拉倒，丹美已经倒了。后方是波比想要做控制，但是 Vader 这边也是残血的情况下面，哦，丹美倒掉，但最终整个远古巨龙想到了被 Yenas 给重击走了。这一波 EDG 没有拿到的远古巨龙，而且现在是我基本的强行输出，拿了一个 double kill， 第三个击杀也被雷兹给拿走，只剩下 Scout 一个人。哇，就这个重击什么都没了。这一波其实 EDG 的时间，这很应该是可以，应该 EDG 想要直接灌到底。这一波 HUK HUK 想要灌 EDG 灌到底，跟着 HUK 是攻破了 EDG 的上路高地，连 Scout 也被逼退了，强行握手，情况下被顶飞一波暴打，打出一波 Ace， HUK 要结束游戏。哇，那这场比赛 HUK 的连打两场都拿到了胜利，恭喜 HUK 目前是战成了一个三胜两败的战绩，目前跟 EDG 同分。